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不丹慈悲之旅。今日，尊贵的海涛法师率众前往冈顶寺桑那丘陵，拜访第九世冈顶族古仁波切。第九世冈顶族古仁波切正是伟大的成就者贝玛林巴的生化身，是不丹国内四大上师之一。仁波切在不丹境内有45间寺院，全是代代相传的。众多僧人全皈依仁波切为根本上师，以贝玛林巴法教传承修行，并于仁波切座下修学大圆满等无上秘法。师父此行参访冈顶寺，在四方共茶时，也与仁波切一起讨论如何将优秀佛教的僧才推向国际弘法。不会第一次见，我天天电视有见到，广告有见。将来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比较国际的，属于汉的跟藏传佛教一起学习的一个学校，然后不管办在哪，可能会办在马来西亚或是台湾都可以，不丹也可以，还有什么学生就可以交换，让他们两边比较培养宗教师，汉人的宗教师和藏人的宗教师，然后会讲中文藏文。就是因为现在仁波切也在国外比较知道现在外国人需要什么，汉人需要什么，
针对这样去培养，不管是汉人、藏人都可以的，当然把国际化，对，就是说万一仁波切这边的佛学院有毕业的，他们愿意学，可以送到台湾、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让他们学完中文，看我们的经典，好像融在一起。但仁波切说，那现在就说是末法时代，五浊恶世。所以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一些佛法，但是它的范围很小，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依自己的民族，所以说它没有那么的扩大。那就是说透过安妮法道安妮，还有就是透过圣母院，还有很多宗教的上师等等，说就是放生还有做烟供，那这些就是说最主要是为了这些堕胎的这些，那这些说仁波切说非常随喜，也可以说非常伟大。他是一个身为一个仁波切，但是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但是这些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度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也很惊讶，很佩服。所以就是说仁波切多培养几位法师或是堪布，中文、英文、藏文，我们可以帮他推到全世界。是，非常感谢。听说师傅来过好几次，对啊，不丹又来过这个寺院，但是就是上次都没有见过。还是摩羯的意思说，他是一个很像一个工程师，就是到处去盖寺院，所以说没有特别的跟出家跟在家就是有一个休息的去讲开示。接着，仁波切邀请师父与大众至大殿参与莲师会供修法。冈提寺是西藏名称，林玛派在不丹唯一的道场，是很传统的西藏风格。外墙的藏传佛教彩绘色彩艳丽，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历史，斑驳依旧，却充满张力。样子奇特的吉祥神兽，分布在寺庙房丹的各个角落。今日仪轨取自莲师佛藏贝玛林巴曲藏的宝海上师。今天是修莲师会供叫宝海上师。为什么要修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中午吃饭了以后，我们要看莲花上大师留给贝玛林巴的那个佛藏寺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十三年看过一次而已。那今天是仁波切，因为师父难得来这里，那仁波切给师父看，所以修这个宝海上师。这个法也是莲花上大师给贝玛林巴很多种的法门，那最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宝海上师，一个是大圆满，然后一个是宏观音。那今天的是宝海上师的会供，所以大家一起发愿，谢谢。
于密乘的三根本当中，上师是加持的泉源，本尊是成就的泉源，空行是事业的泉源。然而三根本都可以总集于上师当中获得成就，因此上师是如此重要，而有所谓的上师成就法。而莲师又为总摄一切上师的功德及名义，因此在莲师的成就法当中，又成就莲师外在、内在、秘密，以及成就莲师无上及秘密的成就法。此外也有成就如莲师的身与意。在这么多的莲师成就法当中，贝玛林巴伏藏王所取出的莲师成就法称为宝海上师意成就法，是流传最为广大，在宁玛派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宝海上师意成就法于见地的部分是属于大圆满阿底瑜伽的心部，因此称为意成就。修持的部分以阿努瑜伽为主，行持与威仪的部分以马哈瑜伽为主，因此在仪轨当中包含了升起次第及圆满次第，而圆满次第当中又包含了五次第：幻身的次第、光明的次第、大手印次第、中有的次第、梦瑜伽的次第。此外也包含了大圆满的本境立断与任运顿超的修持于其中，因此升起的马哈瑜伽以及言传的阿努瑜伽、口诀的阿底瑜伽都包含在其中，也因此以海誉为甚深广大之意。而由于能迅速获得成就为无比珍贵，因此称之为宝，此即名为宝海之音。午后，仁波切带领大众入大殿二楼，因着此次师父到访的殊胜因缘，仁波切将古寺内珍藏的宝贝让大众参观。各式各样的秘宝让大众目不转睛，也感叹此次来到不丹十分值得。仁波切也向大众简单介绍冈顶寺的历史由来。传说贝玛林巴当时在附近的山谷闭关时，就于梦境梦到预言在附近圣地将会兴建一个道场，并组成僧团弘扬他的教法，也因此有着这么一段殊胜的预言。虽地处偏僻，冈顶寺是一处有加持的地方。最后仁波切更赞叹海涛法师，海涛法师是一个菩萨，是一个为度众生而来的上师，今年有缘能与师父会面，除了感谢也深感欢喜，各位信众非常幸运且有福报，这些不代表此生很厉害，而是前生所修，能前来这么殊胜的圣地，尤其是跟着一位具德上师，有机会一同前来圣地朝圣，这样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如黄金般珍贵的。
接近傍晚，盏盏明灯映照着大众虔诚的脸庞，动人的旋律，连在座喇嘛也专心聆听。祈愿文，愿灯具成为转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虚拟身亡，愿灯油仅成光亮。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油点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净。唵班萨阿罗耶阿吽，唵班萨阿罗耶阿吽，唵班萨阿罗耶阿吽，阿摩诃悉有光明之灯烛，普贤贤切切佛灯，无余光刚十方尽，十尊同心无法中，盘旋身中极空闲，佛智为光，点灯功德，
2600万，佛前点灯功德，无边胜福皆回向。无愿成溺诸众生，无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刚顶仁波切，愿刚顶仁波切，所有上师妈妈，所有上师妈妈，善信，普化善信，消灾延寿，消灾延寿，一切满愿。一切满愿，大开智慧，大开智慧，红尘菩提，红尘菩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阿弥陀佛，海涛要在这边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为什么？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牛也好，鱼也好，螃蟹也好，不分国家，不分地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愿各位发愿，生生世世不间断的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电视台保护生命的宗旨。阿弥陀佛。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防疫期间，除了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少用手碰眼口鼻外，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二、进出医疗院所；三、去人潮拥挤的地方；四、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另外，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应全程戴口罩，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也提醒您，当有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也请戴上医用口罩，紧速就医。防疫期间，正确佩戴口罩，并注意戴口罩时手部卫生，少碰眼口鼻，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
Tree.